我叫林建才啦，咁係一個香港嘅藝術家，咁主要會做嘅媒體咧有版畫同埋繪本嘅。好細個就已經係中意藝術呢樣嘢啦，咁中學都有讀art 嘅，認真地用創作去成為自己生活一部分，咁係呢五年嘅事咯。創作對於我的意義，或者是我會想是如果不創作我會做些什麼，好像除了這件事又不會做其他事。獅子這個呢其實是我第一張的版畫來的，那當時在 Cambridge 讀書，其實畫那幅畫的時候呢是2019年的3月，英國的天氣呢出名非常之變幻莫測，那3月是很大風，落街呢其實見到所有長頭髮的人的頭髮都是遮住了塊面，那天就將這個畫面畫回出來。因為我畫畫本身是很小的，但版畫可以將它放得很大，尤其是在這個絲網，所以原本這隻獅子是一隻手指公那麼小，但是最後印了出來是可以半身那麼大，那我挺喜歡這個 medium。 隻雀仔其實就是我英國讀書的最後一張 print 來的，那時候就是大家都會讀完書回家，那就做了一張 print 是想送給朋友，他們會將 print 帶回去不同的地方，所以透過他而做一個 connection。